是一个河景转角的一房一厅，我们在21楼。今天下雨天，但景观还是很好。这是 From the River， 我们在 East Tower， 全海景的感觉，在河上。厨房，然后卧室是朝南向的，床放在这一头，还是能看到河景的。在卧室里，卧室里有一个大的 closet， 做了隔断。Nice corner， 然后进门的右手边是淋浴 shower， 洗洗烘干机，有另外一个 closet。